这个小 logo 的印花是我们特别精心设计的，所以外面也不会有。裙长的部分我身高161，那高个小个你都可以往上或是往下。再来呢，妞儿做的长度是完全可以衔接肚子，然后呢看到腰头还是有个修身的效果，口袋坐在屁股这边，所以呢看过来也不会看到就是大家比较肉肉的屁股或是比较害羞的地方。再来就是左边右边都有一条，所以你才会发现整个裙子啊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样的瘦。弹性我觉得 SML 应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你们就自己绑到自己的舒服的腰头就可以了。上衣刷毛下身刷毛包括裙子都非常非常的显瘦哦。这扣子的里面是打交叉的哦，一般的扣子不会缝得这么精细。下面的螺纹你看到手袖的螺纹或者这里的螺纹全部都是高弹的，然后灰色的话妞儿就穿的比较美式休闲点的球鞋这种的感觉，所以家里有的球鞋西上靴啊雪靴啊其实全部都可以